健康私立医院。怎么又到这儿？为什么到医院了？昨日凌晨，我城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，两名死者在最初被发现的时候，脸上都盖着石膏，且身旁有 X 的标记。X。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雕塑在这儿？需要把它组合起来。嗯。哎，我表哥让人给杀了，案发现场就在这儿。哇，太厉害了！哎，这有邮箱哎，好久不见，冷漠无情的眼睛。他拍视频的这个人就是 X 吧？等会儿，胳膊很白，会不会是？白、哎。他为了救我死了。你们干什么？别拦我，不行！监控谁给你？我从网上下载下来的视频。哎，这是不是那幅画？啊！那老板，这个画，老板现在也不见了。啊？他就是凶手。这个是什么？你不觉得这掉的位置很怪吗？这个人脚还挺大的。这人脚跟我差不多大。这个上面的符号是不是医院的呀？是吗？是。是什么？这个男的。周有芳。我们这边的所有证据指向都是你。